就问你即卖是食啥物物件咧？这个叫做水面休息餐，肖教练特别帮我们准备的，有个布丁，有造型的饼干，还有他们讲说这个叫做什么东西？马德莲啊，马德莲很不错，还有仙草茶。哎，来，请问你在喝什么？我在喝非常好喝的黑糖仙草汁。对，还是很重。说说口感吧。哦，甘甜。回香是吗？是这样讲吗？反正就是潜水上来，觉得神清气爽呢。是好吃到得一百分添嘛？真系咁劲！哦，我食咗之后唔系靓咗，我食咗之后个人明显高咗，大只咗，我自信心翻咗埋嚟。你好啊！小弟，无你个哭了是啥物意思啦？